今天的7月18号星期一，现在时间5:10，记者现在在泽安宫在那边祈福，拜拜祈福，泽安宫主要供奉是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6月19号因为6月19号是他的圣诞千秋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来这边祈求观世音菩萨能够降个50牌。降台湾539降的号码，幸运号码，希望能够顺利开出01 05 07 11 37。我们希望所求的号码是01 05 07 11 37。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组合01 05 一注，01 05 一注，0737一注，0737一注，11 11一注，我们是用彩聪明包牌23和聪明包牌是这5只，记者燕国龙在泽安宫的报道。